可爱的幼猫都有什么可爱的行为？可爱的幼猫有很多可爱的行为，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例子。玩耍，幼猫喜欢玩耍，可以用球或其他玩具逗弄它们，它们可能会跳、追逐或咬玩具。睡觉，幼猫很喜欢睡觉，它们可能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找个窝，蜷缩在一起睡觉，有时还会打呼噜。撒娇，幼猫会躺在你身上，发出咕噜声，希望你抚摸它，让它感到安全和舒适。探索，幼猫很好奇，喜欢探索周围的环境，它们可能会跳上桌子或椅子，探索家中的每个角落。咕噜叫，幼猫会用咕噜声表示喜爱或满足的情感，常常在被抚摸或得到食物时发出。咬手，幼猫有时会咬人的手或手指，这可能是因为它们正在探索周围的环境，或者是因为它们正在长牙齿。总之，幼猫有很多可爱的行为，让人们喜爱它们。